朋友们大家好，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荣大 V350 抚摸机。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结构特点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机器外形精致小巧，覆膜宽度可以达到350毫米，全静音技术，胶棍可离合，拧动右侧这颗螺丝和左边这颗螺丝，即可将胶棍抬起和放下，可棱表，可单面抚摸，可双面抚摸，数字控温，可精准恒温到-3度。我们还有一个保护功能，当在发热部件出现故障，或者传感器出现故障，或者温度超过上限时，机器会自动切断加热电源，报警，显示错误类别，进入保护状态，有效地保护了机器和人员的安全。现在我为大家演示一下机器的操作。首先，我们安装下膜，将膜滚向右推入，拿出，掀起进磁板，穿过抚平滚，将膜顶入胶棍，前进。停止，安装上膜筒，现在将温度设置到预热温度80度，双面抚摸模式。当达到预热温度时，将温度设置到连续工作温度，大概在130度左右。现在可以连续覆膜。当覆膜快要结束时，大概剩下2-3张纸质的时候，将模式切换到棱表模式，利用余温继续覆膜。在覆膜结束前，一定要留一张纸在胶棍中间，防止
放下胶滚，将预涂膜套画在胶滚上。给大家看一下双面粉膜的效果。揉一揉，搓一搓，感觉也没有起皱。膜也无法撕下，覆膜效果良好。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单面覆膜。我们将模式设置到单面覆膜模式，将下膜割断，开始覆膜。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覆膜效果。单面覆膜弯曲现象也比较轻。膜同时也无法撕下，覆膜效果良好。谢谢大家。